在 newsletter。睡不着。哎呀，不是恐，不是惊，阿兰姐 is here。阿兰姐 on duty。嗨呀哈，我是阿兰姐，阿兰姐嘿我呀。啊，天晴好热，好多蚊子咩啊！一个不留神，哎呀，被蚊子叮啊！那个蚊子刺包包，你这怎样？全身起包包，尤其是那种很容易被蚊子叮的人啊！哎呀，实在是别打喊啊！开始怀疑人生。不是恐，是惊，有阿兰鸡，阿兰鸡 is here， 教你怎样赶走这些小小吸血鬼。Number one， 防干水啊，很简单，准备一个盆，洗衣粉加水放进里面搅搅搅，然后关好你的门，关好你的窗，放在里面。啊，第二天呢，叮叮叮，全部蚊子就死在里面了啦。做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哦，蚊子很怕生长在碱性的环境，那个洗衣粉哦有碱性的成分，所以蚊子就很怕了，在里面呢就生不到 baby， 没有妈妈生 baby 会怎样啊？就没有后代，没有后代会怎样？就没有蚊成功啊。Number two， 啊，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被蚊子叮？因为你的身体很酸，所以刚才阿兰鸡公妈开啊，我公。就是蚊子很怕碱性环境，所以你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啊，降低你的汗液酸性浓度。一些维生素 B1 的食物有什么啊？有大蒜啊，绿色蔬菜 tomato， 糙米，还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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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自己去 Google 就懂了。Number three， 压蚊上当，你要怎样骗这个蚊子呢？有这个光催化灭蚊灯，因为它呢会模仿人的气息，用紫外线还有气流呢骗这个蚊子进去，蚊子会。怎样被吸引进去呢？好简单呢，蚊子会被气流吸进去，就在里面的图文室。简单来讲就是什么？蚊子的停尸房啊！蚊子在停尸房里面呢，啊，就会装来装去啊，脱水啊，啊，还有被风干死掉。啊，这个灭蚊灯没有任何化学成分，安全又环保，赶快电你那些朋友啊，很容易被蚊子叮的。阿兰鸡 on duty。